移除云台卡扣，连接遥控器和移动设备，确保移动设备可连接至网络，随后开启飞行器和遥控器，并保证飞机和遥控的电量在 50% 以上。运行 DJI GO 4 App 会自动检测固件版本，并发出提示有新的固件更新，点击更新提示进入升级界面，选择开始下载，飞机将自动下载固件并执行升级步骤。当 App 提示完成时，就表示固件已升级完毕。如果你有多块飞行电池，您需将电池逐一插入飞行器进行升级。此时 DJI GO 4 会提示固件版本不一致，按提示进行滑动操作，飞机会自动升级相应模块，升级成功后重启设备即可。当设备剩余电量低于 50%， 设备连接中断或移动设备网络异常时，将导致升级失败。此外，在升级过程中飞行器自动重启属于正常现象，请不要关闭飞行器。如您遇到任何疑问，欢迎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。